算谈的大声，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五号当母鸡替里长候选人助选，不过高虹安公费助理争议抱不停。我身为这一个前助理的雇主，其实我们在他任职期间，所有的工作都恪尽职守的完成，并且呢都执行他自己的做工作，这个都有大量的人证、物证、事证是可以去做证明的。面对争议说有人证、物证，但高虹安却迟迟没拿出明确证据反驳，包括林根人爆料李中庭薪资41,000多元，加班时数是所有助理里面最高46小时。林根人也揭露李中庭健保没挂在立法院，实质上有没有工作，其实跟形式上的投保其实是完全两码子事情。所以我希望沈正莹真的不要再一直不停的跳针，还是好好的提出政策是比较重要的。炮口持续朝着民进党，但持续爆料的明明还是国民党的林根人。高虹安助理男友争议已成选战攻防。新竹市民还是希望高候选人能出来讲清楚、说明白，不要继续煽动。高虹安一定要对新竹市民说清楚、讲明白。你留着大家这么多的问号，带着这么多的问号，你如何让新竹人相信你，而且期待你会为新竹市建设更多？高虹安何时拿出关键证据？不止对手，恐怕选民也需要了解这助理案当中有无不法。三立新闻张浩义、蔡永恩新竹采访报道。